你现在就跟我走后门离开，马上我跟你说。走后门。看你娘这公阿小啦，做袂出来啊、哦！你是有啥吗？你等下日子嘛，卖出个日子。赢得我八年二。帮人家炸死，没有证据，没有。不然我给你揍一拳。喂！我在替你出气呢。警告你别再说了。看，你这是打？干嘛？哎！周三桥，开始。本来是想等你睡醒就跟你说，但是我怕这样我就走不了。有事帮我管好这孩子，他心眼不坏，重情重义，脑筋直的走。是吗？八家总是有病的。我想只有这样做。我才能好好的重新来过。另外我爱你，就算我爱你，我紧紧留在那里。